哎呀，我们这边今天下雨了。哎，胖子给我说，他和家里人吵架了。看，他在那儿。胖子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我直播啥情况？你光跟我说你给我安落了。哎，那你跑这干啥？你跑来干啥？你在这干啥？没事，我跟家里吵架了，晚上就准备睡这里。胡说啥？这能是个人吗？哎，咋为啥嘛？来，先给这点你光说为啥？你跟我说了。啊？为啥嘛？好的，你这脾气啊，还能吵架吗？哎，就是因为咱们的事情。咋嘛？哎，啥事嘛？为你闹这么难为呢？还是因为就是咱们买房的事情吗？那不是你有人能知道呀？我家里人他说就是先随便买一个嘛，哎，就是说哪怕买一个二手的随便买一个，就是哎预算就是10万块钱以内的。我心里想，我就说既然要买就买个差不多的，感觉要是那样的话做的话太对不起你了，所以呢我就跟家人吵架了。哎，要不咱们先算了吧，等以后我挣到钱了能买得起大房子，咱们以后再结婚吧。你说我撒谎吗？啊，别管我了，你回去吧，这么冷的。你看咱现在这还飘着雪，家弄个啥呀？你跑这来有啥给我好好说嘛。我打算并不是说是我打算今天就是你出来我给你告个别，然后我明天就走了，我然后在家不过年了，出去你干啥去？那你不是说好跟俺俩一块儿吃亲吗？我挣不到钱你还跟我吗？你觉得呢？走弄上走，先跟我回。你哪个大男人，你刚才又哭了吗？没哭，没事。不是哥，走，跟俺俩回来。没事。回。哇塞，你把你穿这么严的严实的，你怎么穿个睡衣就跑出来？啊不是闺女，你光给我发了，发没接，这我以为你咋了，给你再发消息你就跟我不回了。哎，我没事没事，我就想出来给你告个别。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？哎，那意思不要我了？我刚才心情挺好的，我看到你来了，心里特别难受。唉，走，刚回吧，刚回的。回哪里啊？回我。在你家里？怎么可能啊？咋不可能？我屋也是你屋，先到我屋住两天。真的吗？嗯。那到你家里。给你生病呢。跟你住一块儿，行不行？你怕故意的。走。有你太好了。下回吧，下回吧，姐们。